12200名官兵都在这儿呢，开始吧。 小子，你去哪儿？牢房种地，不得随意出入。我有钥匙，不算随意进入。是我下的令，把门打开，让他进去。诺。 麻烦开下牢门。什么？我去找尸鬼首领？嗯，你目标小，不会被发现。老大，嗯，等。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找到尸鬼首领以后，记下位置，回来告诉我。这什么尸鬼呢？而且那首领肯定是个大妖怪。长史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 虽说我要救人积功德，可也没想过有一天能救40万条性命。红军，说不定我这一趟回来就能攒够功德，变成龙了。赵子龙，我去，我体型小，混在尸鬼军中能找到首领。红军。 等赵子龙回来，你就留在这里接应我。不行，我陪你去。我有心灯护体，尸鬼杀不了的。可你会被踩死。我有五色神光，可以保护自己。而且，你若受伤了，我也会担心。 这些战死尸鬼，生前都在保家卫国，赎了死后，却成为戕害居民的杀手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迷雾，一气之下，又落在尸鬼首领身上。等抓住尸鬼首领，末日根还有那些受伤的将士，就能好起来了。哎，陆许是不是也被尸鬼弄伤了？对啊，他怎么没事？那守卫说陆许自小心智不全，因为跑得快才做了斥候。 这是谁家娘子？有人认识吗？不认识啊，谢过一下。马家娘子，马家娘子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认识她？她是我们镇上马老七的媳妇儿。我先代马家谢过你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走了，走了。马家娘子，是我，贺山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
你欠我们一顿饭呢。我是无用废人，就让我去了吧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谁阉了我？你吃了我，死了更干净。原来是投河自尽。和尚施主，这女子是你什么人啊？ 形势不妙啊！启动纯晶。试验体三五四六，生物体征。试验体三五四七，生物体征。试验体三五四八。存活！身体可像指标都没有问题，可以指路走到芯片。 黑皇后，你是谁？我是这个世界的未来。 是最强的 AI 人工智能，并且与你的肉体融合在了一起。确切地说，现在我就是你。我就是你。你。
想骗我女装？Oh, my God.